河南云城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最新开发的室内门专用整套新型设备，是一套可以生产9种室内套装门的生产线。本公司新开发的防盗门专用整套新型设备，是将多种防盗门的生产设备融为一套的生产线，具有能共同生产各种仿铜拉丝门的优点。我们改装摸索出来的这套生产线，是目前同行业比较合理、比较先进、比较成熟的机械设备，开发出来的新型韩式门板、外凸显生态门板、钢化烤漆门板、酒店门铝材包边及原有的钢木门板、免漆门板、强化门板、外凸显复合门板、高分子门板、门内填充料模具、防盗门门板、门框料、钢带、五金配件等全套材料，远销越南、蒙古国、俄罗斯、非洲、南韩、欧美等国家。我们的整套设备、全配套专用材料、最新的生产科技、销售经验和积累的生产经验，配合生产出来的9种以上套装门，具有无缝封边、门绝不变形、重量是市场普通门重的3/4，增加的成本不超过5元钱，光亮无码点，漆面饱满度高，生产工期短，立体感强，不起皮，无毒无味，不开裂，防潮耐热，防盗门漆面饱满光亮，防针铜效果好等特点，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客户，为新开的门厂铺了一条最方便实惠的道路。我厂派有生产技术人员，免费培训做9种以上套装门及多种防盗门的最新生产技巧，让你更快地看到投资回报。特别是我们生产的深拉伸钢化烤漆门、韩式门、高档门头实木门、外凸线实木生态门、酒店门等等，立体感强，表面光亮饱满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。我们为客户提供全配套生产门的材料和设备配件、专用刀具等等，这些材料和配件为新开的门厂提供了很好的标准依据。欢迎广大客户厂商前来咨询洽谈、参观合作。